集美性中呢，莫问觅，这个在我们集美集呀，就是如如不动，昧呢就是没有形象，昧掉所有烦恼都没有形象，集美，集美呢就是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呢已经呢到达呢那个集美，在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当中啊，集美性中莫问觅。就是吼、不能落入问觅哦，就是两边呐，懂意思吗？就是不了解才要问，对不对？他、不了解是一边，了解是一边，就是两边。他、莫问觅啊，因为他是一个绝对体哦，是一个一体，一体无两边，没有两边，所以就不要问觅。了不了解这个意思？好、很有意思啦。我们的问觅哦，会问，唔知呀，唔知呀，一边，知呀，一边，两边，有没有两边？我们集灭性是一个绝对体，没有两边。所以为什么能够不用分别心？因为是绝对体，没有两边。那既然没有两边你看我们在凡尘啊。我们生活之中是不是很鲜明的两边呈现？很鲜明两边呈现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两边要把它呢要把它合起来，然后让它两边都消失。两边都消失以后，就是中道。中道呢，就是极灭性中啊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呀、把那个两边有跟无啊，把它拉来合在一起，无跟无的合作会，无啊无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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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尼啦，安尼就是极灭性中啦，这样了解吗？不落入有，也不落入空，那个呢叫极灭性。